大家好，我是易发半导体汽车部门项目经理吕学新。今天很荣幸向各位介绍 ST 的 VCU 区域控制器解决方案。在汽车架构正从自主化、电气化、连接性的演变，从早期的 ECU 使用 CAN、LINK 网关的互联，现在 ECU 增多使得传输的数据增加，衍生域的架构，到未来新的区域网络架构， ST 一直为这些应用提供卓越的最先进的组件与解决方案，以满足我们客户的多样的需求。在 VCU 区域控制器是汽车中央计算机与电子控制单元之间的通讯的桥梁。 VCU 方案基于 ST 全面的汽车级产品，如 STADA G 微控制器、 SBC 高低边驱动、 H 桥、 eFuse 和保护器件，支持基于 DDS 的 SOA 架构，跨域融合数字钥匙、 ABUS 数字OLED 前后灯、左右门控、座椅控制、空调调节，通过车载智能网关提供的 4G 网络，从后端的云服务器实现 FOTA 远程固件更新。接下来我将向各位演示 ST 的 VCU 区域控制器解决方案。首先用数字钥匙来进行解锁，依序会做迎宾音乐。Welcome ST VCU Project Demonstration。 打开 ST Logo 迎宾灯，车子前后的 OLED 灯显示迎宾效果。打开车门，退后座椅使乘客更方便进到座驾。打开空调，创造一个更舒适的出行环境。另外可从 4G 网络、从后端云服务器实现 FOTA 远程固件更新。目前硬件设计与软件参考代码已经可以发布，欢迎与我们 ST 联系，期望更深入的合作，谢谢。